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同愿众生父母，离苦得乐，究竟自在，往生净土，永生福德。好，请奉上。那么，咱合台性佛法做什么代志，都要有一个慈悲心做动机，这个叫修行。因为伫个世间，咱做什么代志拢会想到家己，啊，我要安怎，我要安怎，这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性啊，习惯性。那你若无特别去甲注意，伊个习惯性改袂起来，绝对改袂起来。就是讲，包括你分物件，哦，有假人嘣过来抢安尼，那大家拢会抢，啊，这内底就代表讲，咱迄湿气个低个，虽然讲咱咧食菜，但是我嘛要抢个头前，我嘛要占迄个位，我嘛是要得到什么，那各位你要修行，你就要改变家己，爱坐头前去坐后边安尼啦。爱唱的人，唔唱，互人别人先，无嘛无要紧。你要有这种的改变，你今日坐官位，你要习惯坐低位。你若讲，我要做头，我永远要做头，我不爱做，互人无尊敬，看袂起我。你这种习惯性啦，养成，那你来参加法会，变拢咧作业，像这是有所求而来啊。你虽然参加足侪变法会，结果你的动机。无好，你的动机拢要凸显家己啊！我要占名啊！那在这种状况呢，你发觉你拢无进步着，因为你烦恼无法度消毒。所以修行，咱就要有一个自我忏悔心，要来调整家己。不然呢，有时候出家人嘛会同款哦，这为我的，这所在我的，这个法器我咧拍的，你也在用着我的。那变成大家拢习惯啦，你好甲讲啊，出家嘛是安尼。那当然出家是个人的一面，但是修行是无分在家出家，你会晓去调整家己未？你若未晓调整家己，我就无啥爱讲话我就足爱讲话所以我定啊，走来走去，发真侪发技术真侪，包括鱼缸菩萨，我就知伊个要来个来安尼，伊迄习惯。凸显自己，还是真爱做这件代志，但你做这件代志，
并无讲你做了真好啊。啊，意思讲，有个人伫咧厝诶吼，甲厝诶拢未合，啊，所以我要来走来义，来道场做义工啊，足快乐咧。喂喂喂！啊，伫咧厝诶拢管人管未赢呢，啊，我来道场落来，吼吼吼，比来比去呢，因为佛教徒大家客气嘛。啊，结果你甲想各位，那安尼敢有讲着？无讲着，因为是伊来遮做业诶啊。来遮满足家己的这种的五执习气啊，那这就不是一种修行啊。修行有点反其道，你也要勉强家己，不爱做的爱去做，爱做的唔通做，这叫做修行。明明暗顿了足好食，台南素食遐尼赞，都袂使食，安尼叫做修行。啊，腰哦，啊，爱动几啊点钟，啊，啉滚水猛啉哦，啊。那这就叫做修行，啊，有人动袂掉啊，动袂掉啊，开始去泡三合一，迄个迄毛是不是不管在界，啊，你去泡三合一，无猛吞呐，安尼，啊，内底迄拢无符合解体，所以讲伊修行就是讲，你普通时啊就爱化妆，啊，你今日就不爱化妆，迄叫做修行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定不管在就这个意思啊，普通时啊各位甲厝诶人就好，爱享受，暗时大家拢食就好。啊，困足好，啊，听音乐。那，佛陀那叫咱拢袂使，拢袂使，拢袂使。啊，普通时啊，想的拢袂使想，啊，想公司、想家庭，拢袂使想，啊，不会想什么，想佛法，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。那佛嘛是安尼规定啊。那各位一定要了这个重点，反其道而行，甚至叫修苦行。啊，不要随顺自己。我就是爱安尼，啊！你即下就袂使安尼。你不要说啊，海老法师，你足爱讲话，歹势，我足不爱讲话。啊，我各位来看到我，拢在，我拢直直闪，直直闪，紧来紧念念的，紧来走。啊，因为我不喜欢，这是我的不好的个性。啊，那至少，但是我必须要面对群众，我要勉强家己啊，我要勉强家己。啊，勉强家己去研究佛册。勉强自己去讲话，然后勉强自己去想别人在想什么，才有多对有帮助。你别再去想自己的代志，想自己的代志就是在烦恼。这为了自己是一切痛苦的因，为了众生才是慈悲快乐的因，这是100%正确的。所以，那各位你开始在修行，你别再爱面子，你要给领导的人讲，啊，恁看我普通时遐尼兽性。还是哈尼暖心，哈尼超凡，哈尼冷暖啊，不要生我啊！我即摆呢开始要个洗好清气啊！我要较斟酌的。你普通时啊乱蛋围啊，我即摆开始修行啊，不但不爱蛋围啊，还佮别人个围啊摆哈尼好哇！我那哦，这叫做修行哦，唔是规工都啊摆安尼啊，然后变袂生气。所以这个修行人无法度独处的人，你一定要检讨。你想要无法度独处的人，啊，无厝的五六个，你无你嘛独一半，半个就独无半个，啊，那代表你无咧修行，因为你的日常生活，你的念头、讲话、对待别人，免讲阮某了，就一定安尼，阮某就是安尼，阮翁嘛安尼，啊，所以大家都啊，知影伊个性就是安尼。那这就代表你完全都无咧修行。那你如果讲我来布施啦、奉献，还是有小可福报。啊，这个福报你若过咧发贪嗔痴，这个福报里面就阁无去。因为这个福报，你只要起心动念，福报就了去。所以叫有漏跟无漏功德，免得得到无漏诶。无漏就是讲，我这时阵无去贪嗔痴，所以这个功德才得会着。那不管在界。虽然你免讲修几啊工，但是我通照一工24小时内底啊，我拢不爱互家己起世俗的念头。然后我跟你说拜佛啦，我从现在真正慢慢得到功德。那这个功德啦，圣经解体功德，那就发到改变人生。啊，一工、两工、三工，修够较济工够较好。所以咱巴肚疼，咱去注射就好去。啊，咱有烦恼，咱按照佛法。乞丐、禅定，那安尼咱就袂听啊。
啊，所以各位，你唔通过去烦恼，你长咧烦恼恁查某囝，烦恼恁翁，烦恼迄个钱。那你今日受不完债的，就是不爱烦恼，就是咱家来修行。啊，你是变乱卖烦恼，我听讲一句话：灯啦，点灯，点哦光，黑暗就无去，你无必要去消灭黑暗。你就按照佛法去改改定慧，那24小时，奇怪，迄、黑暗无去，敢那讲你碰趴，啊，你买药啊，医生讲你药啊吼。啊，佮包起来吼，可以药性吼，拢滴个，哎，迄症就消去啊，安尼啦，迄痛就无去啊。敢那各位咧打迄个沙龙帕斯啊，打迄、迄酸痛就无去啊。啊，不管怎个意思是，你来安尼保持这个状况啊，啊那大家拢来困入去，头前个拢困去啊，啊要困去还坐后边啊。迄个听佛法就足好困啊！呢，意思是讲听佛法就足好困啊！呢，啊，这就爱勉强啊！啊，我嘛就爱困的啦。所以我迄阵在家拢暗时两三点啊困，然后透早拢十点才起床。哇，出街三点半起床，我规日卖困啊！那你嘛袂使，啊，你是还阁转代志，啊，所以就爱练习困，啊，练习精神起来就不爱困。啊，袂使困中昼，你也慢慢来练习啦。啊，困嘛爱练习，什么时阵困，什么时阵卖困，心肝嘛爱练习，什么时阵会使想，什么代志袂使想，嘴嘛爱练习，什么代，什么话使讲，什么话袂使讲，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各位都会，就像各位咧斗阵坐遐咧，嘿，我来困觉我讲者，阿弥陀佛，安尼，迄个都自闭啊，哎喂。你卡差不多呀，哇！这些屠杀啦，人家讲过要去背面啊，那所以各位，那你要开始练习啊。哦，原来别人帮我，谁？你不可能十次打坐十次都没打瞌睡了，得别超过50回、60回，你就差不多啊啦。啊，然后经过记不掉，啊，那坐下就要困啊，电视那拍开，啊，就坐遐咣咣叫安尼。那这个就老了，老啊老啊，哎呀，啊你都要人老，啊老变乱啊，老我避开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像我们法政长老，逐天早起2点半起来行念佛，2点半行到阮4点半出来，2点钟伊拢在行，伊活到106岁，哎呀，啊因为伊的身躯安尼咧念佛，口业清净，啊教阮犯拜。啊，逐天拢食木薯芽，食白饭无油诶，所以身躯就袂破病啊。啊，那啊，伊若坐落来讲，伊会度孤啊，啊，所以伊毋捌坐落来，伊拢安尼行。啊，啊，这就是伊诶修行方式啊，啊，就有法度改变。啊，你行念经度孤啊，所以用抄经诶，啊，法身老法师抄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抄各种的经典，迄你虽然毋知影人，啊，只能你毋对嘛，慢慢来。加开个个打了，看不出来。这样子的精准在修行，这就了解自己。因为一到打坐十五公里也困，但是他就改变，一样可以修到这个心嘛。所以各位修行是咱来救自己呀，贪嗔痴不是咱哦，咱的佛性觉性才是咱。所以咱来智慧自己的心，智慧自己讲话方式，你要智慧，这叫做你找到。佛性啊！你知影讲，什么叫做修行啊？啊，有个人修行，佮烦烦恼恼、当当塞塞，伊又是迄个是我，臭屁就是我，爱水就是我，讲话大声就是我，爱独孤就是我，伊讲迄就是我。迄毋是，迄毋是你，迄是烦恼，迄毋是你。啊，是咱即马各位咧听我讲话，迄个心接近佛性，迄个清净心。啊，但是你即马想要独孤啦，佮想要想去。那才是假的，那叫做妄念。你要保持正念，不能用妄念，这个无明当作那是你。你要练习哦，这叫做觉性。啊，你要练习习惯。所以，倒一天你身躯在用抬，你袂想起，那不是我，我这是身躯，我也无咧好抬啊。你要哪抬着我？你甲我讲，除非我要想起，你才叫做抬着我。我若无爱想起，那你要哪抬着我？那是身躯给你抬啊，无就是我给你抬啊。所以你甲规日干甲规30年，迄就是辛苦咧。